走。这地儿我熟啊，跟我走。顾易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想我了吧，兄弟？老六，你居然查我身子！先生，中午好。你谁呀？啊？有什么资格在这说话？我，浩浩棒！赶紧给我来点绝活！飞我五十，天星荡漾。给我签个字吧。臭男人，遵命。你给我坐好了。我愿意把我的真心打开，送给你。你看，你这是当局者又迷糊了。我有烟花。